篮球，会停吗？遊戲節目又嚟啦，你見我哋咁嘅樣子真係不喂，等陣先，今次係萬聖節咩？件事嗱，呢個做古裝呢、這個藝人，咁跟住呢咁靚嘅呢個 Mario， 加埋呢個有個鬼啊，有黐線啦，有捉鬼咁四對，你啱唔啱真係咁講？嗱，萬聖節咧，大家都會有啲唔同嘅扮鬼怪馬嘅打扮啊，咁但係咧唔單止係打扮嘅，嚟跑度玩遊戲嘅，今次仲會設計咗好多唔同類型嘅 game 一齊玩嘅件事。鬼喎、啊！好睇个 game 啊！呢个咩糖啊？碰糖啊？系啊！碰糖游戏啊！大家如果冇睇鱿鱼游戏咧，就算啦；有睇鱿鱼就知点玩噶啦。咁咧，但系今日咧，我哋咧得四个参赛者，但系有五个冠嘅。点解呢？因为大家如果睇鱿鱼游戏之后，已经知道有一种系特别难去整得甩粒糖出嚟噶。咁所以睇下边个好幸运地抽中嗰个咧，就恭喜佢啦！哎呢啲預言真係好準啊！哇，小娟係星星嘅，跟住阿嬌咧，阿嬌隊個隊啲大傾下，我哋方形啊，你著數啊，阿陳怡欣啊先，整啲雙片，哇，你仲講係圓形，咁啊，希希恭喜你啦，係啊，快啲！我喺預言趕時間，我都係走先。最快完成嗰個咧就可以。有三分，係有三分。OK， 開波啦，件事唔理我啦，佢哋只玩緊啦。即係咁快開佢啊！好明顯啦，阿 Nathan 係冇睇過魷魚遊戲。呢個咧係令到 N 字頭嘅啲台多咗200多萬粉絲，或者200多萬觀眾咧，就喺度魷魚遊戲啊！真係竟然冇睇，太令我失望。你嗰個冰作嗰只係我可唔可以放棄啊？個原本個劇情咧就話，如果你咧令到嗰、那個碰糖咧整爛咗咧，就即刻會死嘅。限時之內整唔到嗰粒出嚟，你都係會死嘅。咁件事啊，我想問咧，係咪你輸咗即刻淘汰，係咪淘汰賽嚟㗎？呢次嘅 game 啊，我即係可以唔輸。個槍頭仔得邊？呢度唔係好高，13樓一定死嘅，放心。我記得整爛咗個塊，整爛咗塊糖係你會 fail 㗎嚇。好難啊！多啲爛咗。小軒整爛咗啊！你俾大機睇，你俾大機睇下，喂 Oscar 睇呢邊睇大機，哇！都斷咗，啲針啊？唔係，我個餅都斷咗。個餅斷到小事，啲針嚟。你仲有個遮型都還？有冇試下？好甜喎真係！呢個可以留翻俾你玩。呢個係咪留翻俾我玩啊？我呢個咧係三角形。所以講我四方形，我想嗰支針係斷嘅喎，都唔係喎，各位，啊、我成功咗啦！啊，關我咩事啫？你可以試下喺度玩啊！我而家就調轉嚟都。你用口，你用條脷舐啦。嗯，打嘅你試下。好，你把火槍已經過曬咗。加油！加油！加油！得啦，得啦，呢個得啦，點啊點啊！会最后支针原来 pick 赢嘅徒手最快啊！好啊，叫我点样收唔收货？好啊，叫我三分，收唔收货？你俾镜头睇下，呢个本身系咩形状嚟噶？圆形咯，即系你由一个五月变咗半个月咁样件事，哇！不得之了啊，零分。哇！喺哇呢个好嘢，砌好三只砌住呢个，我都估到系嘢嘅。边干净啊？边个叫？好啦，睇你数数系500個啊！你字写10個，圣诞相关，万圣节相关，万圣相关，万圣节咧。三、二、一嚟。停！啊，今次第一次算你哋啦 ，OK 咗你咯。停，好啦，陳年扣一分。停！
見到 Natalie 不停的時候，我都忍不住擁了一下那些幣，我沒辦法要扣多你一分了。扣多幾張給你。頂！你忙我做什麼啫？叫扣你一分。咁樣啫，今晚完咗之後啊，我請大家熄埋燈啊。Several days later， 好地。阿婷，你聽唔到我停又扣多分先。即係要放棄治療咯，而家係咁唔理我數嗰先件事。OK， 你記得扣曬五分，你數幾多都冇用啊。OK， 再嚟。寫中文，英文咯，英文都唔識。嗱啲題目啊，自己 set 嘅啊，個氹啊自己 set 啊，自己踩啊，我停。我諗緊小娟踩停嘅時候會撞到個頭，啲好可惜。好，繼續。小娟就想踩停。停。Much much much later。小婷。坐下先，你個第一個係咩啊？小丑。小丑。第二個咧？南瓜。我諗咩南瓜人啊？咩南瓜人啊？我想講。你有冇解釋啊？笠住個南瓜喺個頭度嘅人。家陣老笠。你冇再夾硬啲，下一個係咩啊？呢個係咩啊？冇所謂，即係嗰個潘朵拉係嘛？唔係啊，嗰個迪士尼嗰隻八爪魚嗰隻嗰隻馬騮啊。咁關佢咩事咧？嗰個係迪士尼嘅咩啫？唔係關。我唔知關佢咩事，但係萬聖節去迪士尼會見到佢，我諗係關佢事。聖節又關咩事咧？因為佢係鬼嚟嘅。OK， 咁你 set 十隻鬼得啦，咁萬咩聖節啫件事係嘛？所以有一個鬼。我有意見啊，佢係聖節嚟嘅咩？正，我唔阿富，我唔准改，唔准改，唔准改。父子呢个父子嚟讲咯，父子系唔得嘅，唔合格嘅父子系混乜鬼嘢啫？乜鬼啦？混合格。嗱，你依家有八个，你同我谂多两个啦。好嬲啊！仲话一嚟就话，我已经完成咗啦件事嘅啲父子。其实我谂咗几个，但系我作为一个主持人，我唔应该提佢。你知唔知啲观众？你知嘅留言。你教啊，嘻嘻！無論你做任何動作，包括對住我講嘢，擰頭隻手震一震，理應你都係 fail 噶。平時我都唔跟紅綠燈。Seven hours later， 小表差唔多完成咯。完成。有冇完成？睇先，睇先。黑魔後吸血鬼，吸血鬼咪即係 Dracula 咯？唔係啊，唔係㗎，唔係㗎，呢、這個鬼係低層次啲。白著是高靚一點，英俊，還有11個，好靚啊你件事啊，真係，真係對住佢我覺得好辛苦啊，你係砌三個做咩？唔係砌四個咩？三個㗎，我 sample 㗎 ，OK 好啦好啦。哇，做得非常之好啊！呢、這個嚇，佢可以咧幫我哋做乜雞嘅 level 咧，工場化咁樣做啦。嗱，嚟緊會俾1000個啊，小編整 OK 啊。作為一個好公正嘅裁判咧，我會計啊小編同 Hee 同分嘅。好公正啊，好公正啊！精子个精子点算？我个腹字啊！仲未谂得到系嘛？哦，原来系个头唔同咗啊！我平时我唔系呢个咩？唔系呢一个咩？系咯，你写呢个嘛？我想问下呢个同万圣节有咩关系？所有嘢都同呢样嘢有关系话，先写所有嘢。完成500个系嘛？系。喂，派人数下先得唔得？如果係數我500個咧，我咪11點都未拍完嘅，所以咧，阿婷你話完成，我當我完成噶啦，阿婷完成啦，好嘅啦。咁啊，問題嚟啦，問題嚟啦。Natalie 咧頭先咧已經扣咗3分，就算攞咗4分都好咧，佢都係得翻1分嘅啫。件事由佢啦，我一波報數啦。嗱，小 Queen 咧就有5分，嘻嘻有5分 ，Natalie 有1分啊，叫佢3+1就有4分 ，OK。呢回合咧，我特別興奮，點解呢？因為咧，之前嗰兩個 game 係嘻嘻睇完套電視劇，咁就好想玩先，諗啲遊戲啦。呢、這個 game 咧，我叫佢哋玩。其實喺美國咧，啲萬聖節有一個 game 嘅就係咧，佢哋要用個口喺個水入邊擔個蘋果出嚟，就係、是、咁簡單嘅。計時喺邊啊 ？OK。之前喺度。我計時有紙計啊，件事。佢哋化曬妝，咪融曬落去。咁啊，幾好睇咯！件事即刻血流成河。三、二。啲神，我未系開始。開始。好人渣啊！我想講埋永停。點啊？成功，幾耐？57秒。其實想講咧，嗰陣係咪整咗個眼睛眼都落去啊？喂，唔該曬喎，真係。3、2、1，開始。
笑玩得好開心啦、啊！笑得好開心啦、啊，係咪？阿小姐你就係得個笑字都天黑噶咯，潛水咁樣先入去。唔公平喎、啊！你完全都唔影響人哋嘅啫，喂！你又估下玩邊個？玩邊個？嗰啲唔計啦，係嘛咩？咬倒嚿蘋果，食完美地企翻起身，先至計成功嘅。24 hours later， 冇理由阿希，你個面又大，你個口又大，冇理由咬唔掂。你頂住試下，得唔得啊？得唔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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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你鹹酸喎，咬到頂嘅喎。唔係定，咬咗個蘋果，咪食咗個蘋果啊！件事 OK。蘋果咬一口，唉、哎，算啦，放過去啦。開始，浸曬頭髮啦，唔使頭髮咯。啊？嚇？嚇？發生咩事啊？我都未嚟得切攞部電話去錄低阿小 Queen 咧，佢已經成功咗。點解你咁快嘅？我中意潛水，因為唔想死啊！屌啊！你有冇諗過頭先嗰下我又俾人擠啦，嚇俾人頂住啦？而家冇人騷擾佢，梗係快啊，大佬！真係好唔公平嘅世界真係。黐線！呢個世界從來都冇公平，呢個世界公平咩？阿姨，我又係未 roll 個 cam， 佢就已經咬完啦，做乜嘢事啊？撳都撳唔切啊！望都係四秒嘅大佬，撳都撳唔切啊！阿希希，你真係檢討一下啦 ，OK。我都算了，你真的不教自己了，等我三十秒，三十七秒。不過今次呢，就不是我們平時那些四個答案要你選一個那麼複雜了，是非題。大家有沒有就著這個萬聖節溫過書呢？有。是啊，大家如見著。最不喜歡溫書。萬聖節其實起源在美國的。三二一。趙娟，為什麼你選 Yes 的？不知道求其啦。哇，這個呢，大家只要有看我們的什麼玩法表問答題，每一次小軒都有這個同一樣的答案。原來他真的是對的。我覺得不是美國。多謝你。多謝你的答案。這個答案真的 很有內涵，這個答案。OK， 阿嬌呢？阿嬌呢？我跟前面的。阿泰尼呢？一個原理不是在美國。四個答案都是正確。OK， 其實萬聖節呢，其實起源於這個西歐的。咁佢當年咧有個節叫殺瘟節 ，Natalie 啦、阿嬌啦，同埋咧阿希希又一分啦。OK， 小娟要加油啦。第二條，萬聖節嘅日期喺10月31日。呢條咧，我真係送俾大家。對於基督教嚟講咧，呢一個係一個異教徒嘅節日嚟嘅。咁所以原本呢個 All Saints Day 咧，諸聖節咧，原本一開始係5月13日嘅，不過咧開始改咗到11月1日。咁而再加埋有萬聖節，正確嚟講咧，真係講緊萬聖節成個嘅週期來說咧，其實係講緊10月3日去到11月1日，所以全部都錯嘅。第三條，萬聖節咧有個好出名嘅遊戲啦 ，Trick or Treat 啦。一開始的時候呢，其實不是給一些糖果，其實是給 Nuts 的。我問問啦，幾個答案，小娟除了答 你有沒有第二個答案啊？小娟沒有啊。沒有啊。保持佢啊，小娟個人好專一，保持個專一嘅。我好專一的。嗯 ，OK， 我哋問下啲中意衝紅燈嗰個先，衝紅燈嗰個咧。你啊，仲有邊個啊？一睇下知你。我講明咁啊，我怕講唔出聲，不出聲，我唔衝唔得嘅。OK， 咁啊，冇推跟前邊咧。傳統嘅萬聖節咧，以前好多年前咧，即係遠古時期其實冇糖嘅。當時大部分嘅時候咧，佢哋係攞啲 coins 啦、啲硬幣啦、蘋果啦，或者係 nuts 嘅啲堅果啊。直至到1950年代咧，糖果商睇中咗萬聖節呢一個商機啊，先至開始整一啲產品促銷，例如整啲糖出嚟。所以嗰陣時先開始係攞糖嘅。唔好意思，全部都錯，全部零分。喂，咁唔係喎，咁以前好啲喎，以前冇派錢嘅喎。係咯。萬聖節嘅 tricks or treats 其實源自於一個短劇嘅。啊、小娟嚇完之後好有猶豫，嗰個喺望住我嘅眼神，係咪好似覺得會俾啲色流咁嘅嗰邊啦，嗰邊啦？唔係咯。我問下啲比較文化修養嘅 Natalie 先嚟。我就突然之間諗起係咪 CRISPR 啊？C A S P E R。O K O K。有文化嘅答案嚟。好有文化，我都係決定問下邊冇文化嗰兩個先。父子啊，父子，父子邊個父子？我冇文化噶嘛，咁梗係唔會睇。
嗰啲劇啦。算啦，我唔再問中門啦嗰個啦，俾答案大家啦。Trick or Treat 咧，其實係源自於呢個中世紀蘇格蘭同愛爾蘭嘅一個嘅劇嚟。話説咧，嗰啲人係著住啲戲服啦。著住要街頭表演啲短劇去賺錢嘅，慢慢就結合咗呢個嘅遊戲，令到啲小朋友去跟住去玩呢回事。阿嬌同埋 Natalie 咧係有一分嘅，證明我再一次跟前邊你啱嘅。第五題話，除咗 Trick or Treat 之外咧，原來蘇格蘭仲有一句萬聖節攞糖嘅説話，究竟呢個真定假嘅咧？三二一。蘇格蘭除非工業用途，國際線路十六瓜佬風油太呢條咧，我諗其實我咁樣問法咧，大家都已經有答案啦。唔通咁樣問都真係錯咩？即係特登作啲答案出嚟咩？其實咧，通常一般咧，即係聽到呢句嘅 trick or treat 嘅蘇格蘭咧，啲小孩子咧係會講一句好押韻嘅説話嘅。呢一個咧係衍生第六條嘅問題，所以全部有分先，翻返嚟頭位先。我已經知道佢係咩嚟，好簡單嘅。我、okay. 呢個蘇格蘭嘅説話咧就係、是、呢個押韻説話 ：The moon is yellow, the glass is green.May we have our Halloween？ 呢句説話係真定係假嘅？唔複雜，我覺得叫少簡單嘅啫。即係問一句，我要講啦，唔該。俾錢啦，唔該，你不如講。你嗰個 trick 我錢啊嘛，你嗰係啊嘛。打機咁啊，家陣老啦。蘇格蘭係真係有一句咁樣嘅押韻嘅説話嘅，不過。頭一句是 The sky is blue， 咁、yes! 所以都即係錯咧，我哋啱啦，即係你啱咯，即係你哋啱咯 ，OK 咯，呢個問得順。講咁多廢話都係 fitting。第七條，第一條，蘇格蘭咧有一種傳統嘅占卜嘅遊戲嘅，呢個遊戲咧係要大家蒙住隻眼去揀一隻碟嘅，呢個遊戲係真定係假嘅咧？呢個叫近嘅，仲有啲太慢咧，睇人有啲下次我唔俾佢有分嘅。反碟先啫嘛，反碟先啊 ，OK。鬼佬碟先，鬼佬碟先不得了啦！蘇格蘭咧真係個占卜遊戲嘅，佢哋咧要蒙住隻眼咧去喺台面度揀一隻碟啦。參加者咧摸到呢隻碟入邊咧有泥土嘅話咧，代表咧下一年咧會有親人過世，好有碟仙 feel 啊呢件事啦。如果咧你摸到入邊咧係有水啦，或者有錢啊啱你啊叫有錢啊 OK， 咁啊代表咧佢哋就會發達喎。如果摸到有豆咧，就代表好窮嗱。如果大家觀眾咧知道有一個電影係講關於呢一個 story 啊，不妨話知啊，好全部有分。好啦，第八條，萬聖節嘅南瓜燈其實咧一開始唔係用南瓜做，用蘋果做嘅。Natalie 非常之有信心，當全世界另外三個話俾你聽，我係 fake 佢嘅時候，Natalie 覺得呢件事係啱嘅。點解咧？你睇啲咩典故？睇咩史書？覺得係 Google 過就係南瓜本來唔係南瓜，係第二種植物咯，係北瓜。我問下啲最愛成個 game 最有智慧嘅阿希先，父子係咧，父子，即係你覺得由頭到尾都係蘋果，唔係都係南瓜嚟嘅，係啊，係咪？你真係咁肯定？OK， 其實真的不是，最早的英國版本呢其實真的不是南瓜，是用蘿蔔去做的，它是把蘿雕刻了蘿蔔呢放在個蠟燭裡面趕走惡鬼的，傳了去美洲之後呢，這個蘿蔔燈就變成了南瓜，因為呢愛爾蘭人發覺呢南瓜仲好用，因為咧大過啲，不過我自己覺得蘿蔔頭應該恐怖啲，我所以想睇下蘿蔔燈是怎樣的。阿嬌啦，阿希希啦，阿小 Queen 咧都係有分嘅，得啦，同你冇分嘅啫。OK， 醫學上面咧真係有根據嘅，有一種病咧叫做萬聖節恐懼症。阿嬌，你點解覺得係真嘅咧？想問下，因為我 Google 過，有啲人咧真係對於嗰日無端白事，一街嗰啲人咧就跑得慢慢好驚啦，好厭惡啦。第二時佢好厭惡啲人咧，不斷地撳鐘問佢出我出我糖嘅，即係非常之會形成咗呢個叫萬聖節恐懼症出嚟。好多人咧都覺得萬聖節好好玩啦，今時今日，即係特別，但係去到嗰日會大家扮鬼扮下啦，即係扮到好似嘻嘻咁啦，即係或者小編呢個碌去到萬聖節應該殺曬 OK 嘅意思。但係咧，真係有人咧係會對萬聖節係異常地恐懼，好似譬如有啲人可能驚蜘蛛啊、驚黑咁樣嘅意思。美國嘅成年人咧，特別係有 9.1% 啫，喺過去一年表示自己係對於呢啲萬聖節咧，俾人哋惡作劇啊、嚇啊、扮鬼扮話咧，有啲驚嘅感覺嘅。嗱，好啦，最後一題啦。有一隻船咧，叫猛鬼船，特登喺 Halloween 度咧，係叫啲嘅乘客上去俾鬼嚇嘅，真定假？即係大家覺得咧，
玩都唔好玩得咁盡啦，點會整隻咁嘅鬼船去行啊？或者鬼有都係拆船，你又想拆船啦？依家我冇嘢係啦。嗱，美國咧嗰邊有一隻船咧，就叫做瑪麗皇后號啊 ，The Queen Mary。二次期間咧就載到傷兵嘅，咁咧所以咧聞説咧喺載傷兵嗰日就死好多人啦。退役咗變翻做呢個民用嘅船之後咧，就聞説有好多人搭呢架船嘅時候咧就見鬼俾鬼嚇。咁亦都因為咁咧，啲人就識得將啲嘢轉化為商機啊。瑪麗皇后號咧其實推出咗一個叫做黑暗碼頭之旅啊 ，Queen Mary's Dark Harbor 鬼屋啊，跟住啊去同啲與鬼同樂啊，仲有唔同嘅表演，乜都有嘅。最後一題咧係嘻嘻獨得分數嘅 ，OK？ 我嚇唔係諗住嚇觀眾啊，覺得咧呢個結果令我非常之失望啊！見阿嘻嘻想辦法諗好多嘅 game 咧，去自己玩自己啦。公布下分數先啦，唉！我哋講我哋捉鬼敢死隊嘅 Natalie， 佢係榮獲到呢個位。六分嘅 ，OK， 阿嘻嘻咧犀利啊，嘻嘻，嘻以佢嘅智慧啦，以佢能力經驗啦，可以微微咁樣贏到 Nathan 一分咧，有七分咧，真係唔係一個人應該發生嘅事情嚟嘅，真係，我今日重新估計嘻嘻嘅能力啦 ，OK， 其實佢個父子能力好強嘅，嬌咧係今日全場最高分，有八分嘅，小 Queen 有幾多分咧？大家知唔知小 Queen 有幾多分？你覺得係小 Queen 飲啊，定係 Nathan 飲咧？大家覺得？Why not both 啦，小 Queen 同埋 Nathan 其實同佢哋都係六分墊底嘅，所以今次嘻嘻整個杯嘅唔知乜嘢嘅恐怖特感咧，就佢兩個一齊瓜分嘅打我口呀！等我隆重為大家介紹呢杯懲罰飲品，佢有呢個蘋果啦、紅菜頭啦、甘筍、檸檬同埋杞子，哇，好有味喎！降血壓啦、補血同埋。防癌嘅，我覺得我輸得好抵啊！今次，因為我已經輸咗之後咧，會我又係自肥計還嘅。我驚大家輸咗會做鬼要翻嚟揾我啊！嗱，各位嘅觀眾咧，如果咧任何嘅萬聖節嘅遊戲或者我哋關於萬聖節問答比賽相關內容咧有興趣嘅話咧，不妨啊留言繼續支持我哋或者幫我哋分享一下啦。咁啊，我哋咩玩法咧？呢個萬聖節嘅特別篇咧。去到呢個時候差唔多啦，左嗰兩個飲啦，離曬波，你有冇多杯啊？依冇啊，我等下整俾你。Okay， 唉，算啦，人事部聽日炒佢。我等下整俾你啊，唔係好索皮啊，我今日做麻甩佬嘛。你麻甩喺邊咧？請問你甩咗啦嘛？海洋啊，佢有贏過一輪。佢話佢好中意海，你話佢好中意跳海啊嘛？佢依家好中意，我唔單止中意跳，我中意潛水。你睇下佢參與個搞掂啦，問答比賽咧，對於你嘅知識嘅增長有冇幫助？冇乜，因為我成日都會唔記得，我覺得好靚啊，多謝你啊！你今日 last day 喎。多謝咁多位觀眾的支持，今天我 last day 啦，跟住我仲要跳樓，變成鬼之後翻嚟揾唔到，我冇諗過會玩自己噶嘛。下次咧，我哋做幕後得啦，唔好參與。拜拜。反正贏咗啦。唉，我都冇諗過呢件事咁執到咁樣啊，大佬真係。我真係，又話可以騷擾，結果咧淨得佢唔需要自己有嘅喎，就需要我一個。準備攞住把刀喺度。準備行刑嗰啲啊嘛。點解你喺邊度揾到咁多料嘅？污狗咯，做邊度？我自己作㗎呢件事啊！就咧，我就去圖中咧圖書館度咧，就真係中咗本書揭。咁我都揾咗幾日幾夜㗎啦，喺度咧嗰啲職員趕我走，我先揾咗十條。所以大家咧真係要多啲 subscribe 下，如果唔係咧，辛苦浪費我哋一番心血啦。似你四個做主持，我一個人玩。你俾我哋玩。大家想一齊玩，歡迎同我玩嘅就嚟啦